姐，咱俩这样逛夜市比较有安全感，你看都没有人跟咱俩搭讪，这样造的是不是？晚上出门不怕了。对，我特意是整这造型的。对，这特别的放心。你看，这造成这样式的。大家好，我是杏红。众所周知，这两天我爸跟血玩上了，一直没闲着，灌了点血肠，灌了点米肠。这不，我在家里面一样打包了两根，准备出去送礼。送谁去？送给刘一平。我刚才跟他发信息了啊。他那会儿说是在家做饭的，然后说等做完饭呢，忙完了呢，他再去帮他老公收摊，咱也不知道他现在收没收。我给他发信息他也没回，咱俩去碰碰运气。如果说在夜市我们碰见他了啊，完了把这就给他，没碰着上他家门口堵去，又不是不着地了，这关系就出到位了，知不知道啊？相互惦记。刘一平以前，哎呀妈呀，没事有点啥好吃都给我送去，老惦记我了。我们一样也惦记他。给你送没送过？我寻思寻思，在我的脑海里，他好像没给我送过啥。不行，我不去了。就是我那时候怀孕了，加上生孩子，那李子送上接李子了。嗯。一大早临上班之前，可早了，给我拎一兜送去。嗯，就记一辈子，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。出发了。嗯，这两天他家也出夜市了，但是人还是不是很多，不知道他这摊早不早啊。你这个媳妇真是要命了，刚走他说冷，回来取衣服穿。我说他没回。要命了，你说。得亏店里衣服多。套上点行，晚上还是有点冷。我刚才跟他说话。嗯。说咱仨约出去溜达溜达，他说溜达啥呀？我在家做饭呢，做完饭还不去帮他收摊。完了说那会儿我给他发信息去啊，他一直忙着没看手机。完了我就寻思那行，那不溜达了吧？我再跟他说话又不回话了，估计收摊去了。他那手机就跟座机一样，啥意思？他有摊吗？有，谁到他们手了？哎呀，一拐进来就闻到味儿了。没有了，都收摊了。完了，出个空。你现在在哪儿呢？我在你那个夜市这儿呢。我给你送点东西来。果然跑坑了。鼻尖都冻红了，有点冷了。早晚真的温差挺大的。孩子不会话呢。回家了吧？这得像上仓库。哎呀，哪边的有啊？哎呀。在仓库呢，你自己吗？啊，我给你拿着东西，我爸灌的米肠跟血肠，我给你送来了。我上你仓库那去，我给你送回去，俺家灌挺多呢，自己灌的老干净了。啊？自己灌的。你小妹呢？在这儿呢。走吧，出发上仓库。要不说哈，我这人他啥地方都能摸着，仓库都去过。牛吃呗。等会儿你走一下，我再给你。你先收拾他。啊？啥牛吃吧？整老多了，不相互惦记吗？我还记得你那年给我送李子呢。刚才俺俩还说呢，我小妹说你没给他送过。还没有。没有，就没有。你一大早的忙起早上俺家挑给我送一兜李子，我记得老清楚，笑笑那是嫩大点的，是不是？你俩搁这叙旧呢。嗯，我陪衬呗，我们两个的。哎呀，每天喝点啊。喝饮料吧，喝矿泉水吧。喝矿泉水也行。哎呀，你看没看着那头上那一个车，不停大道上了。我的妈！哪嘎有车呀、啊？头上有个车，我来前我开车来的。你开车来的？开车来的。他开车走了。啊，完了你骑电瓶车了啊？哪个是你的？对。给。完了，那个血肠你还不吃啊？送到家了。放凉水里面泡的，我爸做的。血肠搁凉水泡着放冰箱里。凉水泡着放冰箱里。嗯，冷藏。你就尽快吃呗。完了，米肠稍稍口有点淡啊，你再给分上。老好吃了，我爸做的。哎，那个血肠。哎，那个血肠，你那个啥，就是它已经熟的了。你要炖的话，最后放就腾一下，热一下就行。啊。俺家的都炖烂乎了。你也骑小电驴了？我也骑小电驴，我换车了。我就觉得他骑这车叫老帅了，老拉风了。我坐过，得劲儿，但是还是大的得劲儿啊。那我支不住啊，大的稳。咱俩还挺厉害，还找到地儿了哈。嗯、走着，哎呀妈呀，好蹲呐，这小区里。这个道不太好。拜拜。
我们分道扬镳，回家。